你们听见了吗？你们，你们听见那个杂种说些什么了吗？说的多好啊！为了皇上，为了大清的江山，他妈的不得不抢老百姓的鱼。姐夫，姐夫，这都什么孙子王八蛋生出来的？丫丫了个呸的，我死了算了。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哎，老婆，老婆，这银子你拿着吧啊，赶紧给老伴抓药去吧。我皇上，留着养活三宫六院，留着养活几十万的八旗，养活大清江山，万万年。谁让咱天生命苦啊？你说我在这世道上还活个什么劲儿啊？老婆，姐夫。你说这老爹好像有寻短见。小马，啊，你跟石榴去扶他一趟，咱们就在这儿找个客栈住下，也好好好看看这关上的风景。去吧。啊。飞燕姑娘，你差点吓死我！哎呦，开不得玩笑啊！这刀真会要我的命的！少废话，给我老实说，那个扳指是不是你偷的？那玩意儿他不能吃不能喝的，我偷他干什么呀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你到现在还不老实！哎呦，你还不老实？那扳指够你全家吃喝几辈子！你把扳指给我交出来！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交出来，我把你剁碎了喂野狗，可连鬼都不知道。我把他送到虎树关的陈都监那儿去了。什么？陈都监？来，你看。哎，去，不要把我的地踩脏了，出去。怎么着，叫花子不能出殿啊？叫花子就不能一不留神发笔小财啊？要上房。瞧您说的，人我认不准，难道银子我还认不准吗？再说了，叫花子也有叫出名堂来的。前任扬州知府李卫和他娘都要过饭，现在名堂可出大了。而今皇上又钦点苏州织造，城里传说李大人刚从京城出发，依我看，指不定已经微服到了苏州，说不定明天一早您就面对面的碰上了。行，托您的吉言，我要是能碰上李大人，一定向他当面讨教讨教，怎么从叫花子就变成知府了？哎，小二，送三位客官住上房。好嘞，客官里边请。客官您慢着点儿。
这是宋城大人，慌什么？忠诚大人，李卫进了苏州了，而且这李卫一身叫花子打扮，在户戍关前转来转去呀。他们来了几个人？住在什么地方？ 一共只有三个人，就住在户戍关前不远的客栈里。哼，他竟然一头就扎到了虎树关了。八爷的话没错，雍正派李卫来，是跟我们算账来了。府中堂的话也没错，海宁这儿是根软肋。软肋？府中堂。 昨天还想把李卫引开，让他注意什么库房啊、人参交易啊，就怕他往这儿下家伙。看来福中堂是异想天开了，你越怕他越往你的要害地方打。看来这个小混混，哼，是大有长进呐。大人。 你说这户戍关怎么就成了软肋了呢？我知道，过去我们用的银子，一多半都是户戍关的银子。这官煞把税银变成了罚银，留了下来。可是到底留多少，这是一笔糊涂账啊！除非海宁，他投靠了雍正，他交了底儿了。程大人糊涂。 李卫要是知道了，官上一年有多少罚银，他能不去查他的去向吗？一年几百万两银子，你想想，不可怕吗？可是海大人说，他交给李卫那本明账，写的是清清楚楚，万无一失啊。账上清楚有个屁用，就怕李卫连账都不看。海大人到。 林大人，李卫来了，微服进城，就住在虎树关外的一家小客店里。住在关前小店，他要干什么？你说呢？他想摸摸底，看看我的去官一天能收多少银子。嗯，没错。好，我他妈的今天闭关，叫他一两也看不到。嗯。 虎树关的衙役们近日横征暴敛，我们兄弟的一担鱼竟然要10两关税。再次鱼汛大忌，分明是在砸渔民的饭碗。海宁这个狗官，他知道自己要下台了，所以就更加变本加厉起来。听说新来的织造是当年的扬州知府李卫，这李卫听说这混混出身，虽然出身微寒，当了官却是清正，不怕邪，大小贪官他都敢下手。 听说他的口头禅是“不要钱，不要命”，专为百姓讨公道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准得跟闵静园、海宁斗起来，这回有戏看了。李卫是个什么样的官，不能光听传说。这世上的人说变就变，有的新官上任不贪不坏，可是日子久了不贪不坏可就难了。就说当年那个江南都御史岳子峰吧，就是这个李卫的老丈人。 到现在，我也没猜透，慢慢猜吧。总有一天我，爹，明天你们就去虎树关拿到官衙克扣渔民的证据。证据，爹，我们拿证据做什么呀？ 等新任的织造李卫一上任，我们就向他讨回一年来虎树关克扣渔民的罚银。如果拿到官上的账本，他李卫真是个清官的话，也好帮他一把。哦，对了，一定要追回那个扳指。老爹，明天怎么个去法？是啊，爹。你们要按照我说的去办。 金属啊，我。
我明儿个就去虎树关把那个该死的陈都监给抓回来，你敢不敢跟我去啊？我敢不敢？好，海大人下台怎么了？海大人下台，东监您不是还在吗？有您吃的就有哥们喝的，干嘛就跑日子没几天啊？就是你懂个屁！你知道新任制造是谁啊？谁谁呀？就是谁呀？说是皇上当王爷时前底的奴才，从前的扬州知府李贵。 说这个李卫是除了皇上以外谁都不怕的主，软硬不吃。哎，那我们投靠他呀？呸！是啊，人家会看上你这副德行。听海大人说，这官上官下的人，李卫一个都不留。哎呦，那我们怎么办呀？我们怎么办？大伙想想辙呀！想辙呀！陈头，陈头，陈头。 别是要扔下弟兄们不管了吧？您说您没辙，前两天从鱼贩子手里抢那扳指，您孝敬谁了？那天巡抚闵静远打这儿过，您不孝敬他了吗？就是。你小子还真是好记性。哎，您找闵静远去啊，顺便不把我们兄弟都带上了吗？不瞒你们几个狗东西，我孝敬闵大人那个扳指，可是非同小可啊！是是是。听说那可是稀世珍宝，是汉朝皇帝的玩意儿。 哎，又是汉朝皇帝的！大家听着，本都监奉海之道之命，从今日起闭关闭市，望山上百姓一体周知。平日闭关，什么时候开关？问我，我问谁？都散了散了，聚众闹事，本官可下令抓人了。都散了，不行，老爷。 鸭子，鸭子，鸭子，哎，虎树关闭关了，大门都关上了，燕子怎么办呀？老弟说，如果李卫进关，城门是关着的，可是刚刚城门还开着呢。哎，回去吧，啊！不，我就不信那个李卫正巧在关上。我也不信。哎，咱把城门给砸开。好，提交。 快快开门！新任苏州知道李卫大人到。李卫大人，水来啦！加水了！告诉二位爷一个好消息啊，那个李卫大人啊，说到就到，已经在咱们这儿摆牌场亮身份了。啊！哎，等等等等等等啊！你说那李卫他在哪儿呢？哎，在关上呢。陈都监，是。 你可知道本官近日到任吗？听说李大人要来苏州。听谁说的？听前任制造，海宁说的。再说苏州城的百姓早就传开了。既然知道本官近日到任，为何还不收敛？本官微服几日，早就看到了所有的一切。给他个下马威。早上有几十个太湖的渔民和鱼贩。 你们逼他们每带留一半做罚银，他们不允便遭到毒打。当时本官就在现场。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，知罪了。来人，给我各打二十大板。真新鲜，居然有人敢冒充我李卫。你们俩倒是说说看。 要是我们真跟那个假李卫眼对眼、面对面的碰上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哎，是啊，要真是碰上了，是当场揭穿呢，还是看他演戏？当场揭穿？怎么揭穿？我跑去跟人说，哎，你是假李卫，我才是真的。哎，让关前老百姓看您这身打扮，说您是假的，这一起哄，不得把您打得下不了床啊！ 干脆等他戏演砸了，再把他逮起来。你看我说你这十六不动脑子了吧？你也不想想，人家为什么冒充我李卫？还不是因为看得起我吗？哎，对，因为我李卫牌子响，名气大，能吓住这帮孙子王八蛋。说明人家的心思跟咱们是通着的。哎，姐夫，姐夫，你可真不是一般的姐夫，厉害。行了，少拍马屁。嗨，我还说你不动脑子，我自己也不动脑子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说呀。 冒充假钦差，这不当年我李卫干的事儿吗？那既然如此，
我为什么不学学当年的四爷，让他在前面闹着，我在后面看着，他在前面这么一闹，没准就把虎树关的老底儿黑窝给他端出一半来。乡亲们，新任苏州织造李卫李大人公告大家，从今天起，凡过关商家与百姓自带货物货值不足五两者，不纳税；所带货物不足百斤者，不纳税；农家自种、渔家自捞的也不用纳税。快上！原来是他，是不是该找那个扳指了？别着急，一切按老爹的安排，问早了人家容易上手。那问什么呀？问丈夫，那是正确。陈总监，卑职在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好啊，大胆，是个红顶子。红顶子？红顶子下面人呢？快说，怎么蒙骗本大人了？哎呦！下面看不见呢，哎，不过我能听见他们说话。说什么呀？啊，你们是不是欺负本官新任，对情况不明？告诉你们，本官微服在关前，已经查看好几天了。你们对渔民和过往的客商的税收和罚银，本官是看了个清清楚楚啊。知道大人，知道大人，下官实在不敢欺瞒大人呐。这正向税银每天只有八十两啊。那把账本给我拿过来。好像他说，正向税银每天只收八十两。八十两？别胡扯了。哎呀，不行，假的就是假的，我得进去帮帮他。哎，李大哥。哎，姐夫，就是他。谁啊？就偷扳指的那个啊。偷扳指那个啊，就是他。丫头，戏文里都编不出这么巧的戏来。哎，你跟石榴在外面等着，我进去看看啊。哦。哎，他要认出你怎么办？我都这样了，他还认得出来吗？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先进去啊。嘿，闪开！这货，哎，老店是李大人。站住！他怎么进去了？啊，又一个李卫。快，回去报告中丞大人。是。站住！李大人，本人有话要说。李大人，本人名叫李小三，经常在虎树关要饭，我要揭发这帮孙子王八蛋。你要揭发什么？尽管说。李大人，您刚才都让他们给骗了，他们拿您当猴耍，您还不知道呢。他们怎么蒙骗本大人了？快说。刚才是陈都监交给您一个账本，说官上每天的税银只收八十多两。扯淡！李大人，这千万别信他们。我经常在这儿要饭，就这上半天收的银子就不止五百多两。这里头啊，肯定是大有猫腻。好啊，大胆！你这个混账都监，你竟敢蒙骗本大人！这，对，你这叫花子说的对啊！你们明抢明夺的，一天绝不止八十两。说，到底多少？李大人，这账上确实只有八十两，您别听着叫花子胡说呀！人家别你，拽！李大人，你看他那德行，完全是一副贪官的样子。我知道，关关卡卡的阎王们没一个说真话的。李大人，你为什么不把他吊起来？吊起来抽他五百鞭子，他就什么话都说了。对呀，来人，给我把这个混账东西吊起来打。是啊，李大人饶命，李大人饶命啊！我都说，下官该死，下官该死。这是官上今日的罚银单。今日罚银5700两，海宁大人吩咐下官，这张单子不得让任何人看，请李大人过目。哎，李大人，您问问他，为什么寄两张账单，
一张写80多两，一张写5700多两。哎，对，陈东金，我问你，为什么一张账单上是80两，另外一张是5000多两呢？大人，大人，哎，大人，快讲。里位，又一个里位到了官上。又一个里位，两个里位？不是两个，一个真的，一个假的。那个假里位穿着四品官服，带着大小巡捕，在虎树关大堂问了账，还打了督监和几个官役。那个真里位呢？真里位也到了官上去看热闹，大哥在边上盯着，叫小的赶紧回来报告。这两个里位他们互相认识吗？哟，这小的看不出。好了，马上回去。是，立马派人把那个假冒李卫的家伙抓起来。嗯，你们说这个假李卫与李卫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个假的和那个真的定是一伙的，一个在前台，一个在幕后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李卫想搞个突然袭击，弄我们一个措手不及，自己出面又怕惹麻烦。嗯，李卫上任必须先到总督或巡抚衙门换离任文凭，才能与海大人交接清盘，交盘后才能上任。如此一没领文凭，二没办交盘，就突然窜到阙官责打官吏，公布告示。我想李卫再混也不会混到连这点规矩都不懂。即便是弄个假的在前台，他这个后台也有逃不掉的干系。我想这个假李卫与李卫，哼，并不是一党，不过是几个江湖毛贼罢了。忠诚明鉴，说不定就是曹帮和青帮的人。既然这样，抓起来算了，还等什么？嗯，抓起几个毛贼，有多大意思？不如，哼，由他们闹去。闵大人讲得好，这个假李卫也来得好，无非是想抢些银子嘛。啊，中堂大人，免了免了。胡某原打算是要回江宁的。既然苏州城里出了两个李卫，那就再耽搁几天吧。请中堂大人训谕。李卫一脚进了苏州城，就直奔虎树关。那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呢。我请各位明白，李卫到苏州来，不是来做官的，是要来挖我们祖坟的。人家要来挖你的祖坟了，你还有你怎么办呢？把他赶出去。对，趁他一脚未稳就赶走他。八爷早就有话实说，挤走他，把他挤出江南。谁说李卫是假的？别人怎么讲我不管，在我福某眼里，虎树关上就只有一个李卫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江湖毛贼。老夫与闵忠诚正准备联名上一道参李卫的折子。他李卫自恃胜券龙虫，竟目无正规律例，越规就任，搅闹阙官，私搬税法，责打官吏。哎，中堂，你没事吧？我倒要看看雍正爷会怎么处置他这个小混混。回大人话，80两是官上交内务府的定向税，方墨银案规矩留制造衙门用，法医每天的单子上交海宁大人入库，且前任海宁大人每天都给官上定额。那这个罚墨银是多少呢？每天都有6000两上下。6000多，这么多罚墨银，你们知造衙门用得了吗？小的也不知道了。是不是海宁海大人那儿啊？是。
单子就是证据。下面问什么？哦，对，问扳指。对，陈督监，我问你，听说你从鱼贩子那儿骗了个扳指，可有此事？回大人话，那不是小人骗的，那是鱼贩用他顶了罚银。既然那扳指是顶了罚银，那就把他交出来充公吧。交出来。回大人话，那天正巧江苏巡抚闵静元大人从关上过，小的就把那扳指给闵大人了。落闵静元手里了。你说的是实话吗？下官要是蒙人，宁愿受死。再说关上的马班头和弟兄们都可以为下官证明啊。回大人，督监说的是实话，我敢拿脑袋担保，那扳指确实是叫府台大人带走了。混账，拿扳指去行贿？哎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刚才吃烤白薯烫着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大胆督监给我捆了，本大人要带回衙门堂审。这。喂，看出什么门道没有了？不就是把那个陈督监给捆了吗？迅雷不及掩耳之势。你说这官上这么多银子他不要，干嘛非捆那个陈督监呢？哎，你可真笨，这叫绑票，拿银子赎人。你大哥要干嘛呀？哎，我姐夫今儿个不但要把十三爷那扳指讨回来，还得把那个什么陈督监呢给留下。你想，那可是活口供。李大人，你也该回府休息了。好了，哎，本大人今天也累了，本大人要带着这混账督监与闵大人去核实那扳指的去向，今天就先饶了你们了。啊，外面围观的百姓太多，把前门关了，后门打开。谢大人。去，把后门打开。是。马班头，这李小三揭发有功。你赏他十两银子，送他回家，不得怠慢。是大人。哎，走，那少管你，李大人，哎，李大人呐。小满爷还是那个陈督监，平日被海宁宠坏了，无恶不作，与老百姓早就结了怨。能肯定是江湖上人所为吗？跟踪李卫的人回来说，李卫他们追踪那些人也被甩掉了，陈督监是被绑了票。海宁有什么办法？哼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还不是老一套，找青马老大
喝顿酒，求人家帮忙。眼下，无论如何要把这个陈都监弄回来。在这个时候，要是不小心落到李卫手里，麻烦可就大了。另外，只要盯住了李卫的一举一动，哼，即使他得到了那个都监，也会变成不会说话的。中堂，您放心吧。哎，来，把衣服穿上。哦，咱们现在就进妓院。啊，我也去啊。听也听不见，在那花鼓桥楼上，梆儿听不见那敲，钟儿听不见那撞，锣儿听不见那筛呀，这个铃儿听不见那撞。来呀，来呀！三位爷是第一次来吧？里边请，请请请！来了，小梅，小梅接客呢，跟我来。爷爷也请。什么呀你？这位姐，您就饶了他，他太小了。前边那一座哎呦哎呦！哎呦，二位爷这么久没来了，想死我们家姑娘了。春花秋月，接客了，来了，请请请，里边请，还请二爷。来来来，请请请，请啊。惊动了那水中的个鹿，瞧你说别吓唬人家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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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不要激怒他们，给我盯着。是。看得好啊！三位爷吉祥。不知道今天三位爷想玩点什么？这位林妹，你长得好，标致。看中了是不是啊？林妹妹，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帮帮忙。嗨，只要有钱，还说谁求谁呀？来，先把衣服给脱了。姐夫，李大哥不会吧你？进来的是什么人？是玉兰楼送茶馆的姑娘。只要客人一出来，就给我围场。是。命陈一山，派一人，不要声张，悄悄的把玉兰楼围上。是。玉兰楼这儿有个不小的赌场，吩咐人看着。那个小混混好这口。是，属下立即去办。你班长在哪儿？确实在闵中丞手里。听他身边的人说，他把那个扳指藏在他的密室里，准备送给京城的连亲王做寿礼。闵静元的密室在什么地方？在巡抚后衙。就是后院的小竹楼吗？没错，没错。
你说的是实话？李大人，那海宁马上就走了，今后的制造就是您了，您就是我的上司，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怎敢跟您撒谎呢？您想知道什么，只管问我。先给我压下去。是。金叔，怎么处置他呀？老丁说在子夜时分准时来接咱们，上船之前再放了。哦。哎，燕子，听说这个玉兰楼里边有个赌局，去不去？不去不去。老爹说了，鱼帮不准赌。嗯，出了太湖也不准坏规矩。是是是，老老实实待着吧。燕子啊，我出去方便一下好吗？快去快回啊！哎，好嘞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我这身打扮会不会弄得那帮老头子鼻血乱喷，活活晕死呀？晕你个大头鬼呀！您这身打扮，老鸨子看了有你好瞧的。姐夫，你这身打扮啊，不像个姑娘，倒像个老鸨啊。行了，你甭管那么多了啊，能像这楼里的就不错了。小满，一会儿别闲着啊，四处转转看看，我要出发了。什么呀？上次啊，我找个小翠儿。这是那个警察的姑娘，跟上。可不是早走了吗？不会，不理他。别分了神儿，让李卫给蒙了。一会儿他准出来。你说怎么了？他给我买镯子，钱都没有带来啊。钱啊，带了很多的银子。哎呀，说好了。那是岳子鹏的儿子，李卫的小舅子，给我盯着。是。大爷，要香茶吗？快滚！谁要你的臭茶？大爷要香茶吗？他娘的，快滚！又坏了大爷的好事，滚！丫丫个屁的，累不死你！真不小啊！哎呦，大爷，你这又真他妈备孕！哎，好，打开我看看。1000两，谢了啊！来，接着来，来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来了来了，怎么样？哎，我赢了！哎，来，看我的！再来呀！海浪怎么会在这儿？来来来，哎，上来上来啊！大人，小的跟李卫的小舅子到了赌局门外，发现海大人正在那玩牌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有心思玩那老石子？他也不想想，有人要他的脑袋。我们玉兰楼护着一个跑掉，上！谢天谢地。
说算。啊？为什么到我房里来？我走错门了。胡说！谁派你来的？好笑！我来这地方还有人派呀？哎，你们什么人？先捆起来再说。哎，是。哎哎哎！别！这嗨，看看，哎，不巧不巧。来吧，看我这把牌吧。这孙子也还不小啊，原来他也好这口。是啊，呀呀呀！哎，没出事啊。这把怎么赢你？来，我要四两。完了，我赢了。哎呀，没想到这小妞还真有两下子啊！今晚大爷我听你的。死相！哎呀，好，打开我看看。哎呀，等着，我也请了个帮手，马上就到。哎呦，今天你果然给我带来好运了。哎，来来来，这是大爷我赏给你的啊！谢大爷，谢大爷。哎呀，海胆，云中城请大人到他府上议事，存心跟我捣乱，明天再说。再来呀，这边请。要赌什么，我都可以奉陪。好。海大人，不好了！哎，官兵包围了玉兰楼。他妈的，他闵静渊成心和我海宁过不去，有本事让他上来拿我。大人，走吧。大人，走吧。怎么样？走吧，快点儿。二位有什么需要本姑娘帮忙的吗？啊，这位大哥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对你得罪。闵静渊已经包围了玉兰楼，看来他已经发现了我们，我们必须马上走。那个杜建怎么办？还有那个小的，杀了吧！哎呀，不行，老弟不让杀人。哎，胡说，干什么？你干什么你啊？干什么你？是你，你来干什么？哎，四哥，你们俩先别急着问我是从哪来的，你们俩先好好看看我是谁。你是谁？认识这玩意儿吗？换班制的。